大嫂徐冬冬拥有女人梦寐以求的完美三围。这不，日前大嫂徐冬冬又在微博晒出一组美照，女人都有点嫉妒她了呢。照片中，徐冬冬打扮清凉，身穿小短裤，躺在卧床上，一只玉手伸进衣服里，从她的表情看，还是很满足，很享受啊。有网友调侃道，摸着良心说话，好想变成你的右手，那只手拿开，让我来。可见这张照片的诱人程度。徐冬冬因其丰乳肥臀，被称为是继柳岩之后的又一代乳神。看这张照片，玫瑰配美人很是美，但分分钟被这美胸吸引了，还不忘大秀翘臀。再看这睡衣照，十分诱人，屏幕前的你赶紧擦擦鼻血吧。